就这样吧，它这个孔，你把刀片拿下来好了，把刀片拿下来再，哎呀，先是用三的，这个孔从对面，对面有个内螺的，这个再松掉，松掉就好了，要张的时候就这样张下去，就要把它拿过来，就张，张的时候就这样张。然后用个东西这样垫一下，它是平的。大致调一下，哦，它这个不好垫。那这两个，要么啊，把那个小平呢，一般就是这样。你反正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把它就剪。然后再把它密紧，你把它密紧，你把它密紧。就是了。